只要5元，这么便宜，限时抢购，不到1分钟抢光光。昨天他们都排队啊，那我排后面就排不到了，今天特地早一点来。我昨天买半个就100多块啊。之前呢？之前大概60-70块。台风来菜就涨，27号批发价小白菜涨了将近30%，青江菜也变贵，丝瓜、菠菜更是涨破100元，香菜从天价每公斤400多元微幅下降，但还是要200多元。虽然在促销，但是量贩店菜价还是有变贵。市场的价格已经上涨到大概20%-30%左右。哎呀，那客服啊，你今天会弄出来啊？哎呀。北部菜少价高，中南部农民趁着风雨较小下田抢收农作物，大片韭菜园全家出动，苦瓜农台风天也没得闲，要把损失减到最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